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喂阿哥，今日几号啊？20号啦。喂阿哥，你交咗节目月费未啊？交咗啦，你未交咩？喂阿哥，今个月交咗月费，五月头记住帮我报名，5月23号至28号去 My Radio 睇现场版。你帮我交多次月费，咁咪可以一齐去咯。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仁达、黄东文。早晨，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现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啦。咁啊，礼拜一咁样，咁就系有 Christine 喺度啦，康喺度啦，我啦，陈四啦，有阿莲喺度啦，好红嗰个啦，双杰推咪同埋 Godwin 喺度嘅咁样，咁就我好似好耐冇做节目啦，因为上个礼拜两日咧都去咗社区会堂嗰度咁样，冇计嘅技术问题，得一支咪，即系嗰阵啊，咁都帮唔到啲咩手啦，咁啊有个黄大姐做晒佢啦，做晒之后点咧？佢去台湾啊，跟住就系争气啊，琴晚就系咁就唉过去宣扬港独啊，咁样拉佢一笨，唔好俾入境啊，咁样好啦，咁政治庇护嚟啫，你唔俾换跑你讲嘅嘢，呢啲时候我唔应你系最好咁样。好啦，咁就系咁啦，咁样唉，今日系一个疲累嘅朝头早。今日受惠差系啦，嗱，系啊，呢啲咪识讲嘢。嗱，皇后生日快乐，历史啦，生日快乐，迟咗啦，迟咗啦，生日啊，讲紧咁样就系咁啦，咁台湾，咁啊，都系做嘢又好，咩都好啦，咁啊，关于阿黄大台湾嘅详情，你自己睇大公报啦，连我都唔系好知，如果我哋知，应该唔会跟佢去旅行噶啦，应该系嘛，即系呢啲记者会跟佢旅行，影下佢去边啊。会唔会咧？如果会都几震撼喎。如果会，如果会系如果会系乜嘢咧？劲过马英九嗰张系嘛？佢啲小袋啊嘛，系三国人物马袋系啦。阿佢先知唔知啊？唔知道、啊哎、我坐喺隔篱，我真系发觉咧做节目就系点咧？做节目就系我坐喺度咧，我系闻到你哋阵味嘅。我闻咧，我系 sense 到你哋知唔知嗰件事嘅。跟住琴日有冇马袋睇啊？琴日几乎有，几乎有。我哋有全球场年纪最细嗰个抽筋。咁啊，哇，好忙啊，好忙啊！琴日踢波啦，琴日四眼晏昼就开呢、這个四眼同阿 Bonix 啦，就开呢个地区办事处啦，西湾河啦，哇！嗰、那個辦事處靚到喎，真係不得不喺度公開表揚阿薯，阿薯真係做設計定裝修，設計咩都好啊，好啊，做節目好多。咁就跟住馬不停蹄啊，跟住就夜晚就去咗個港獨足球賽啦，太久啦，葵涌係嘛？喺葵涌係啦，喺葵涌咁、樣踢到都攰啊，我都跑咗幾轉嘅、有冇入啊你？黐線冇波掂唔到啊！食鬼踢波咩？我十幾年冇踢波啦，即係冇認真話固定地每個禮拜都踢下波，嗰啲踢波。咁琴日都唔係啦，係嘛？尋日咩唔係？琴日即係都唔係當好認真地踢。尋日佢哋我唔知道，我分析唔到佢認唔認真，因為認唔認真佢都叻過我啦。係，即係等於你同我打唔到，你唔知道我認唔認真嘅。我係咪贏你？即係咁樣啦，就係咁。咁我多謝做啊，忙啊，跟住今日啦，今日晏晝咧就有呢個華夏上班做嘅舞台劇版啦。今日晏晝啦，我冇招你手。咁晏晝嚟啦，咁樣咁就聽日又冇人，唔係今朝同埋鬱敏又上庭啦，鬱敏上庭啦，晏晝又話上翻做舞台劇版啦，星期三就又踢波啦，我哋星期三咧就
電子公投啦，即係生就打 FIFA 嘅，勾結外國勢力啊！呢次勾結活著 FIFA 啦，活著 FIFA 啦，呢個名真係好鬼勁嘅，呢個名係我食，我食完我都後悔，點解幾好啊？唔係啊，我係想食活佛 FIFA 嘅，跟住發覺咦食唔到喎，唉不如回頭食啦咁樣，跟住尷尬到連我都唔好意思喺節目度宣傳。咁啊，打機星期三五點到八點，咁啊嚟打機。喺觀塘社區會堂。觀塘社區會堂，好似翠屏嗰邊嘅，咁啊自己過嚟啦。咁我有禮物喎，我想講，我問咗阿 Toby 頒咗啲禮物喎，咁就唔好以為贏啊或者入波先有禮物喎，射中柱有禮物嘅。係啦，我搞到好想嚟添啫，啲中柱有禮物，你實唔會嚟嘅。中柱有禮物，入波冇禮物。係啦，捉難。入波你已經獲得嗰個快感同埋用手掣可以調教你嘅慶祝方法㗎啦。你獲得你應有的了，你中柱就不同了，是的，全香港因為全世界男人都務求的一樣東西，就是中柱，哇，如果射那個中到條柱那個發達，那就有禮物送的，那如果你來就來，打開機就踢開球，就過來玩一下啦，學一下啦，這樣找個社區會堂打機，這麼大的mon，不是那麼大的screen，project出去，那就感受，起碼上次打街霸咧都效果好好啊，即係嗰個技術嘅效果投射出嚟都開心啦咁樣。係咪真係要戴自己手掣嘅咧？其實我唔知點解，因為阿龍嗰日做係咪有啲特別要戳嗰啲嘅，即係調嗰啲即係以前 PS One 嗰啲咧，即係可以無限幫你撳手指嗰啲手掣，唔係嗰啲電腦手掣，有三個段數咁。係啊係啊係啊，食屎唔知阿龍好曬我介紹，一定要戴自己手掣，但係我拎兩下佢，用自己手掣好啲嘅。你慣咗咧，有時啲掣咧鬆緊啊，係唔同嘅。真嘅真嘅，唔係爭呢個，真係真嘅。用得耐要鬆喎，但係點我哋玩下啫，做咩啫？屌又唔係講緊有500蚊禮券嗰啲。算啦，咁我都會帶兩個啦，叉定電啦，希望叫大家啦。花咗啲時間講呢啲啦，咁樣。今哇禮拜一真係多新聞，我想講禮拜多新聞到咩程度呢？就係一啲緊要嘅新聞，我都要擺低唔講嘅。其實有幾單緊要咧，都冇辦法喺今朝講噶啦。咁但係都執過啦。有咩擺低唔講？袁國強講港獨唔講住啦。民主黨派人參選唔講住啦。民聯派人參選啦。學聯退出支聯會唔講住啦。即係一大堆嘅新聞。好，咁啊今日都係大新聞行頭噶啦。咁樣第一次咧就講一定要擺第一㗎啦，其實我覺得，因為對於傳媒界嘅傳播界都係緊要嘅。咁啊講咩咧？講明報嘅，咁就明報尋日咧就開咗天窗咁樣，咁唔係全部開啊，梗係咁樣。咁啊尋日咧就星期日生活咧就開天窗，你哋講下小資，講下尋日嗰個先。係，尋日咧星期日生活咧就呢個。作者就殺了三名作者就開天窗嘅，咁包括就係余若薇啦、吳志森啦，同埋呢個陳色之嘅。咁呢個余若薇咧，咁就呢個欄目就叫做法政隨筆，咁題為咧就叫安與不安，明報不明。咁吳志森嘅欄目咧就係三言堂，玉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咁呢個陳積之嘅欄目咧就叫女人心，咁題為咧就叫明報炒姜不明不白，梁柱鋸斷日月無光。咁但係咧每篇文章咧都有註明呢、這個明報裁員嘅聲明內容，即係個編案啊，就寫翻有一段嘅，就係關於一個公司嘅即係採取呢個積極節流嘅緊縮政策啦，咁裁減人手咧就實非得宜，是次裁減涉及呢個業務同埋編採部門人員，當中包括呢個高層人員。公司希望盡快渡過此困難時刻，明報編採方針保持不變，係啦，就係咁啦。喂，講下點解會開天窗先？幾多作者點解會即係咁噏突啦？即係一篇專欄版咁突然間開咗幾多天窗，即係空白咗咧？咁事完咧，之前咧明報又披露咗一啲新聞啦，關於巴拿馬文件啊，一啲關於離岸公司嘅泄密風波啦。咁事後咧，唔知有冇關係啊？明報上個禮拜三咧，即係上個禮拜咧，就將安宇咧，即係明報總編輯啊。以節流的理由啦，就將佢裁走啦。咁當時咧，明報已經係有幾個，即係之前吳志森喺星期三凌晨就裁走咗安宇啦。
咁即係星期日生活嗰時咧，吳志森、余若薇啦，咁三個作者就諗住以開天窗嘅方法去以開天窗嘅方法咧去支持呢個安宇被炒去抗議呢件事。嗯，咁樣樣咧，但係明告職工會就話咧就披露啊，喺嗰日九點鐘咧，本來咧已經排曬版諗住出呢啲呢一篇報導，即係星期日生活呢一版嘅。咁當日咧佢嘅老總咧佢嘅老總鐘天祥咧就喺十點鐘翻返去編採室，就話咧要重新排個版，要重新印刷過。咁咧最後咧就將星期日生活咧開天窗又繼續開，但係就加翻頭先阿康所講嘅編者按落去。嗯，就係咁樣樣啦。好，咁咧就我唔知道你明唔明阿康講咩，我喺隔離聽，我覺得有少少可能傾一傾。咁簡單講一次，唔係開天窗係乜嘢咧？咁樣開天窗係咩啊？係開天窗咧，咁就喺呢、這個1920年咧，喺呢個中國嘅時候就出現嘅呢個詞匯咧。咁其實咧，佢就講緊就關於呢、這個執政者啊，運用呢個公權力同埋強制手段審批、檢查同埋未出刊嘅新聞，將一啲對於黨不利嘅文章咧就刪除，導致該文章咧就欄目一片空白。咁嗰陣時咧就由於一啲嘅政治審查嘅問題咧，就將一啲對於政府有不利嘅文章咧就刪除嘅。咁而家咧就變咗一個係一個對於翻轉啦，係啦係啦，對於一個編採嘅方針，或者係一個政或者係一個報章上面嘅一啲行政決定嘅不滿，就作一個抗議啦。咁就即係話哦，我有一個稿就唔出，咁就令到嗰、那個成個報紙咧，咁充滿好多字嘅，咁但係咧就有一格就冇咗。嗯，係啦，呢、這個就以前嘅嘢。阿朗咧出 room 話啲題目唔好搶咁盡，留翻俾粵政治，咁咪留好多。係啦，大把三四單。袁國強交俾你，民主黨交俾你，學聯啦交俾你，學聯交俾你，係啦，所有成個黃碧雲都交俾你，慢慢嘆，今晚爽啊你，開心啊，咁咧。開天窗即係本質上係一樣咩事咧？咁樣你頭先講1920年100年前咁耐嘅嘢啦，咁樣應該由邊度講起？應該由報紙嘅營運方法開始講起嘅。咁啊，報紙啊，以前開天窗係一個好重大嘅事嚟嘅，即係講緊做報紙。點解咧？唔容許有窿罅嘅。你報紙啊，一大版咁樣，一大版嘅報紙。今時今日，你哋當報紙唔係嘢啦。當報紙唔係嘢好多原因啦，就係好多張紙啦。有空位冇乜所謂啦。而家啲排版排到周圍都好緊要，排到周圍都空位鬆啦。以前好多圖啦，好多相啦，標題啦，因為電腦排版嘅問題啦，咁啊對個排版嘅科技嘅先進啦，變咗令到大家截稿時間可以好慢啦，電腦曬版啊嗰啲，同埋個字距都其實真係而家都比以前係鬆得緊要啲嘅，即係以前而家撳咁呢個就呢、這個係呢、這個呢、這個就第二啲原因，就因為我可以出字多咗。點解可以出字多咗咧？就係因為電腦排版啫嘛，我電腦排我咪可以一晚排一百幾廿版都得啦。喂，以前唔係噶嘛，以前嘅排版就係、是編輯拿住份咁大嘅原稿紙格仔紙，喺度畫版噶嘛。標題幾大就畫咗個格仔，打個交叉咁樣。呢、這個就係、是、個相有幾大，畫完個版，跟住就執曬字，即係執好字粒。咁啊執字粒咧，就喺個格仔紙，即係執咗之前啊，就喺格仔紙成騰翻嗰篇文出嚟嘅，騰翻篇文。咁佢但求目的係咩咧？就用盡曬成份報紙嘅版面嘅。係嚇，因為你以前講緊你係人手執字粒，你唔會執到而家今日一份報紙講緊係幾十頁紙噶嘛。以前係十頁已經係十版已經係好盡噶啦。即係如果以前我細個幾歲嘅時候咧，買成報咧，我屋企娛樂版就係得半版嘅啫。以前東方都多嘅，多廣告啊嘛，就天天日報嗰啲比較主流嘅天天嘅，好薄好薄。
係啦，因為係呢個係技術所限嘅。唔係以前啲報紙係幾多頁就幾多頁㗎嘛，而家唔係㗎嘛，而家可以譬如多新聞就可以出多幾張。係啊，咪印多啲咯。咁因為只要你喺你嘅 InDesign 撳個掣啫嘛，而家差唔多係。以前就你跟阿叔就走去執字粒啦，咁樣黑手黨啦，執靚啲字佢。咁所以以前因為技術上你唔可以出好多張紙，你頂盡出八張，唔係八張，即係八個咁樣啊，咁樣啊，八疊啊咁樣，八個 A 一咁樣啊 A。八咁樣頂多係出咁多，因為係喂你執字粒人手所限曬班啊，所有人手所限，變咗你每一個擺到字嘅格位都好值錢，都好緊要。以前我做讀新聞講緊，喂你做一個編輯，做一個排版，你執嗰啲位，你係嗰個段落啊，後邊句號後邊有空位。阿老闆都不想的，如果你想看以前的排版是怎樣，其實看現在那些出緊的馬經呢，就是那隻排版來的。不敢回應，是不是？是不是 馬經本身都有些港文的嘛，他都是排得很密的。可以這樣說，因為我沒有看馬經。就是這樣啦，就是因為即係亦都去到攞到好盡啦，以前係技術所限、資源所限啦，亦都冇辦法。而家唔係啊，只要而家去到漏夜三四點停機，唔係三四點唔得，即係漏夜停機再印都仲得啦。以前唔可能噶啦，以前技術上所限。咁所以變咗開天窗就仲即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手段啦。去到一啲緊要嘅關頭咧，就係、是、譬如一啲專欄啦、社論啦咁樣咁因為開天窗比因為好密啊嘛，啲字相又唔係多啊嘛。點解相唔係多？因為字是緊要，因為你係得咁多頁紙，咁多頁紙，咁變咗你一攤開份報紙，一見到大大格白色嘅喺度，就變咗 eye catching 啊，咁就吸引咗你去睇，點解你開天窗咧？跟住就去留意，咁就可以成為咗一個社會事件，就變成咗一個抗爭嘅模式啦。咁當然咧，以香港歷史嚟講，開天窗最為人矚目和為人記得就是六四啦，就是六四開天窗啦，就開痛心疾首四個字在度啦，社論咁人民界話啦，文匯報啦，文匯報喎、黨報喎、六四喎、大陸人唔係喺大陸喎、北京殺人喎、殺學生喎、殺人學生，香港嘅親共嘅報紙就開你天窗痛心疾首，表明向中共嘅不滿喎。嗱，當時一個最緊要的關頭啦，好啦。你話去到近年啦，近年開天窗咁樣，近年嗰啲就唔叫開天窗嘅，如果真係咁講，近年嗰啲叫冇交稿啫，最多都係嘅，即係好多你知喺交專欄嘅嘢嚇冇 miss 咗啊，甩稿啊，咁點啊？喂，揾人填咯，好快啫嘛，幾百字啫嘛，一千幾百字，可能佢有啲投稿啊，剩咗喺度啊，咁樣咪塞落去咯，唔可以開噶嘛天窗，即係呢個係守則嚟噶嘛，你開咗俾人睇到，你一隔空咗喺度咩有佢咩咁樣唔得噶嘛，即係唔通我哋做節目咁就唔做啦，咁樣就吉咗佢咩？咁唔得噶嘛，你點都揾嘢攝落去噶嘛，咁樣你當快必咩？咁樣跟住話唔做，冇得做，冇得做咁樣，咁人哋嗰啲業餘就係咁啫，我哋唔係啊咁樣，以前即近年就你比較難發生呢啲嘢啦，即你比較難發生就係有一個作者話：我唔寫啦咁樣，劈低我早一晚就劈低，我睇你點算咁樣，可能佢哋有咩爭拗啦咁樣。咁你以前唔即係而家近年係唔可能發生嘅，因為你求其執份稿塞落去就塞咗佢噶啦，咁就填咗佢啦。好啦，咁呢件事大致係點咧？咁啊禮拜六晚發生啦，即係咁樣，咁就明報星期日生活咁樣，咁啊開三個天窗，咁頭先講咗邊三個啦，咁就係吳志森、若薇、陳色之咁樣，係啦。呢幾個啦，就剩低個標題啫，即係佢擺低咗標題。咁個標題梗係以示不滿啦，即係亦都係佢即係仲其實話俾你聽，我唔係冇交稿咁樣。咁所以佢只係交低個標題，咁就係對於炒啊安裕嘅一個不滿，咁就開咗天窗。好啦，咁件事係點咧？咁樣睇明報職工會嘅 Facebook 有講啦，喂，開咗三隻天窗，跟住咧。照計就九點就交付印刷，即係簽好名、簽好版啊，咁啊掉落去機房曬啊印啊咁樣。好啦，跟住佢寫原本休假嘅總編輯鍾天祥，即係鍾天祥逢星期日放假啦。哦，你放假搞你啦咁樣，即係等於928當晚又吹彈又剩，跟住打七警啊嗰啲 play play 出曬嚟之後，哦原來袁志偉放假嘅咁樣，咁乜片都出曬嚟啦。咁 exactly 又發生咗咁嘅事。好啦，咁咧，但係九點鐘交付印刷啫，但係鍾天祥咧十點幾個零鐘咧就飆咗翻嚟，即係督灰啦。即係明報有人督灰打俾，喂鍾生，係啊，搞你喎，仆街開天窗喎，跟住鍾天祥梗係啊。
粵語鬧馬啊咁樣，唔係咁佢廣東話應該唔叻咯，我估馬拉人咁樣，跟住就飛翻嚟啦，即係係啦。阿康估計得啱啊！你即係喺金鐘留得耐，你係明白啦。當年灰啦，翻到去跟住就撲街拍台咁樣，我估唔係估啫，就唔得唔好印咁啊！即刻死啦，點算咧？咁啊嗱，明報嗰個職工會嗰個 Facebook 裏邊就咁寫，佢就話經過內部斡旋，咁內部斡旋咧，咁即係話有人堅持個天窗一定要留喺度啦，一定要留白留喺度啦，咁啊有人係咯，咁最尾咧。我估係一個妥協嘅方法啦，開就開啦，頂你個肺啦。但係咧，你俾我加個偏案得唔得先？咁樣咁啊加落去，咁啊引嚟咗咧就開天窗嗰幾位就覺得唔啱嘅。喂，奇怪啊，係咯，個專欄我嘅，係點解你要喺我上面加嘢啊？我話白色就係白色咁樣，有少少講唔過嘅咁嘅説法，因為如果你最尾真係冇交到稿，或者你交佢堅決要天窗，咁如果編輯喺佢嗰個編輯嘅角度，喺個角度覺得唔可以咁，咁佢抽你仲得，佢抽起稿仲得咁樣。咁但開天窗對於明報嚟講係大，即係對於報界嚟講一定係大件事嚟嘅。係咁，亦都對於嗱明報呢個一兩個禮拜咁大家都鬧啦，即係或者要罷工啊，辦即係唔好做啦，抗爭啦，熄佢機啦，咁樣做咗好多嘢啊！禮拜日真係做，禮拜日仲要係呢幾位做咁樣，即係尤其是吳志森啦，吳志森我哋都鬧得佢不少啦，由即係主要都係由六四嘅角度開始，即係講六四關於六四嘅事情，梗係鬧得佢多啦咁樣，但係都不得不加佢啦，即係今次呢件事，呢個係一個即係抗爭嘅行為啦，喺度開天窗。雖然你可以話，咁開天窗有咩用啫？夠膽你係罷工啦咁樣，咁唔係都好有用噶，我覺得。其實如果對新聞界大件事啊，即係開得天窗係大件事。咁今日照開喎，今日又開，咁咧今日就開又係副刊啦，明報咁開兩格。邊個開呢？就譚慧雲開，咁啊左膠啦嚇。咁咧同埋咧李慧玲開。咁亦都係交低一個題嘅，譚慧雲咧就嗱都係有偏案嘅喎，即係都係阿編者案，亦都係嗰句啊，嗰段嘢開源節流啊，冇錢啊，財減人手啊，好慘啊咁樣。好啦，咁開兩格，開啊唔係，尋日仲有黃兆達都叫做開天窗嘅，係咪呢個係當禮拜日嘅，係啊，禮拜日嗱，即係阿達啊。阿達都開咗天窗，嗰幾格嘅漫畫，咁就一點、兩點、三點、四點、五點，去到跟住後面就寫我明咁樣，咁就叫做對安宇嘅事件咧都作出咗申訴啦，一個表態啦，佢唔算開天窗嘅一個表態啦。好啦，咁就講翻今日啦，今日見報嗰兩格啦，一格就譚慧雲，咁咧個標題寫安宇被炒不明不白，智慧長城有失報價押韻啦。好啦，李慧玲嗰個標題咧就。哎，你讀啊英文啊？They can't kill us all. They can't kill us all. 咦，全部大嘅係咪？係咯，英式美式口音嚟。唔係，我驚佢先。咦，做乜 ？They can't kill us 嘅咧，咁一嬲喎。Kill us all. Kill us. 聽住我咁叫法。好難，難得滯。係啊，咁啊，外講第二樣啦。They can't kill 啊，不能殺死全部我們。不能殺死我哋個law啊嘛。好啦，我翻嚟，我見到李慧玲個題，我即刻嗌聲嘆氣。唔係點解我猛？其實你知唔知點解我咁猛啊？唔知喎。唔知啊，即係我翻嚟咁咁尋日，因為嗱，尋日佢哋開天窗，咁就開啊，唔係講個正經嘢先。即係嗱我做得好嘅呢件事，即係應該就 Blake Block 都開嗱。咁根據蘋果嘅報導咧，照計聽日都照開嘅，聽日就李柱銘開，咁就同埋李慧玲都繼續開天窗嘅，就繼續就表示對於炒啊安宇嘅不滿嘅咁樣。好啦，再講嘅係乜嘢咧？好，你可以覺得明報職工先講開天窗，即係專欄作家開天窗值得加佢呢件事，我覺得毋庸置疑啊。亦都。如果一路有一個持續咁樣嘅表態，對於明報有一定嘅壓力咯。呢個係一定啦，不論係業界行內啦，或者你去到社會嘅層面啦，你不斷喺專欄開天窗係緊要。雖然佢嘅社論繼續喺度投共啦，因為最好笑李柱銘先好笑，喺明報接受訪問，佢話蘋果日報 ，sorry， 拿起啦，我先講咩啊？你話李柱銘？李柱銘喺邊度？係死啦！喺蘋果日報接受訪問。喺蘋果日報接受訪問。咁咧，佢聽日咧就將會都開天窗。嗰個標題就寫咧，難道明報也姓黨咁樣？
唔係啊，李生大咗。我哋鬧咗好多年㗎啦，鬧咗幾年。有大香港咁耐鬧我咁耐。有大香港早晨，明報就係一個黨報，你而家先知明報也姓黨，你癲咗啊咁樣。咁都在於佢角度唔係啦，喂唔係喎，咁多知名作家嘅文化人都喺度，我啲 friend 都喺度嘅，我啲 friend 都喺度，冇理由佢係黨報啊，咁你睇佢社論啦，柒咯咁樣，唉，你八幾歲都要玩。唔係講講個明報自己本身嗰班編採嘅，即係個工業行動，其實。你都唔係依家今日先話明報係姓黨噶啦，即係好似上年年頭咁樣，明報曾經試過，因為佢本身個標題啦，即係頭版啦，加個物件記錄學生目睹六四嗰件事，最後俾明報總編鍾天祥咧，係最後改咗阿里巴巴十億救所講，係最後佢哋搞個公約行動就係各不一小時啊嘛，各不一小時，係你嗰時其實都知，係你嗰時都知道佢姓黨噶啦。是不是我以為你說職工的那班他覺得郭輝少是另一件事我不是那另一件事我不敢說但你還說他姓黨好了那對於好了跟著翻轉頭了講回明報的職工那明報職工上次郭輝一小時都惹來大家的散笑跟著去到今次去到今次又發生這樣的事你難免的網民你稱為網民我當然叫市民或者讀者喂那當然覺得只要你上次都是這樣今次我看看你怎樣看怎樣升級化你說我看你怎樣升級樣、我看你可以做些什麼覺得你抵死這個是一個 民情這個民間的情緒你無可否認好了、所以大家都會覺得明報職工你做一些什麼、你聰明你就罷工不要做跟著他們有個回應他們回應跟董建華一樣就是留下是困難離開才是容易說你跟沈旭輝說嘛這句但是對於我有另一種看法即上個禮拜做節目都沒人發講我另一個看法就是、面對這樣的事 你是明報的職工你是明報的記者你在那裡做文化推廣用你支筆去改變一個社會的時候發生一些 跟政權入侵有關的事跟整個、政治風格政治取態不同的老闆啦 你的做法是什麼你是罷工你是辭職你要記住辭職和罷工兩件事啦還是繼續留守崗位呢這樣我有一個看法的其實就是可以留守崗位的而可以留守崗位的前提是什麼呢就是繼續做巴拿馬文件是即如果你做到的話如果你在能力範圍裏面可以做到繼續去扯同你老闆的政治取態不同的角度嘅，咁日日做頭版添，咁你咪做，因為你只係基於一個客觀情況之下報一個有新聞價值嘅資訊，咁我亦都係一個接近，即係一個獨家咁滯嘅資料啦，因為 ICIJ 嘛咁樣，咁如果你可以咁做嘅，咁我就覺得呢個先係一個更加強勁嘅公眾行動，亦都係引證咗你留低喺度係可以發揮更大作用，比起罷工嚟講，發揮更大作用嘅。的力量啦咁樣好啦呢、這個就我對於明報職工嗰個睇法啦就是、上個禮拜我嘅睇法啦好啦咁講話開天窗點解我翻嚟咁嬲原來你唔知道我咁嬲咁我睇因為我唔知道因為我知道開天窗咧開完天窗佢淨係出個標題以示不滿嘅咁啊以示不滿之後咧咁啊大家都寫標題啦咁樣咁啊阿吳志森就欲悲聞鬼叫就我哭豺狼笑咁啊陳釋之就安於不安明報不明明報不明不嬲都是講這些說法、去到見到李慧玲那條提示 They can't kill us 我即刻就我今早就拍台了為什麼呢喂你做一個專欄作家你又寫文又文化人寫那麼多字樣好了今次開天窗了你只是寫條題而已寫條好一點行不行、寫條震撼一點行不行、你想整晚都是想條題而已想條激動人心一點行不行那十個字你慢慢都讀得好一點嗎你不開天窗了今天我不寫不過I'll be back 咁曬氣，我覺得咁，我覺得係開天窗都有高低手喎、啊，係啊，即嗱，你諗下，你開天窗，你只係留有一句，留有好有型嘅一句擺喺度，而你明知道好有型，寫開天窗。不是寫 你唯有寫而已你唯有寫而已你開天窗唯有留下有型的一句即是你想想如果阿連做粵語劇場你只可以講一句你都死撚爛撚想辦法是、震撼到人啦怎麼想他三咪出來怎麼都拿他咪啦你拿他咪只要抄的李慧玲那浪費嘛我覺得你想想我就是想一晚我擺明我不寫東西的了
我要有條題，嗰條題寫，喂，你明知係各大報章都報嘅，你明知大家都傳媒，就算你唔各大報章都報俾市民睇你行內嘅內部自己都話，哇，今日明報搞咁勁啊，呢件事你睇，哇，呢條題咁樣震動人心，哇，去向呢個嘅中天祥表示不滿，啊，李慧玲使唔使地攤 Q 嘅數？點啫？點啫？諗一晚可唔可以勁抽啲啊？諗唔最勁㗎啦，唔算苛求啊！唔算苛求啊！佢別出心裁用英文，唔算苛求啊！即係用英文，唔係中，唔係文字，唔係用啊嘛，因為用一個大家都用嗰句嘢啊嘛，嘥你唔使今天我寒夜裏看雪飄過嗰條題，人人都是安如咁樣，都哇仲大喎、啊！喂，李慧玲貴為全香港最名嘴大個口嘅名嘴嘅時事評論員，係即係應該勁抽，唔係即係唔係借機抽你水啊、嗯？只係我覺得你難得有一個咁勁嘅機會。大家傾好，開隻天窗，可以攞到 eye catching， 攞到版位，攞到大家嘅討論。今日都討論一次，我再講一次，即係我認同呢一個做法嘅。呢個做法真係大嘅，尤其是如果對於新聞界嚟講，係一個大嘅展示訴求嘅渠道嚟嘅。咁人又話你罷工啦，唔寫，咁又咁講，對於個專欄作家唔寫帶嚟嘅震撼又唔會好大嘅啫。咁你開天窗又俾你開喎、哦，係俾你開喎、哦，因為中天祥翻到去，即係譬如禮拜日、禮拜六咁樣，佢翻到拍停部機，你話佢有冇辦法寫翻千零字塞咗佢？其實佢有辦法嘅。得，廣告又好，乜嘢都左褪右褪，自己寫咯、啊，自己寫，你寫幾百字攝嘅個編案寫再長啲啦，係。你冇話壓唔到㗎，因為編案塞曬嘅話，你睇版位睇唔到啊，睇唔到啊嘛，喂，咁係咁噶啦，照計就理論上，喂，你睇亞視開天窗開幾年啦、啊，其實你撳過去唔覺噶，係咪先？亞視嘅真正開天窗，又係再嘅豔陽天，係啦，唔係娛樂無窮，嚇、啊，又係煙花嘅咧，由七幾年播到九幾年都係，你知連煙花都冇必要睇噶啦咁樣。今年真係好多煙花。你見亞視開幾年天窗啊？佢揾啲攝嗱，你諗下，如果佢一路唔係開，即係如果佢堅開天窗開色板 B 咁樣，咁就係一件事啦。好啦，今次俾你開，但係又咁講喎，開完一次喎，禮拜一都俾你開喎，係啊，即係中天場都有你喎，即係。佢我唔知佢無奈啊，定係下面班僆處理啊？下面班僆搞鬼唔冷㗎，其實都係褪㗎。定下面班僆唔聽佢點啊？定係點樣啦、啊？我冇內部消息，我唔知啦。即係因為理論上中天場尋日一定係緊張㗎嘛。係即係一定係啊！頭先我講錯，中天場唔係禮拜日放假，即係禮拜六放假啦。sorry 啊，我突然間醒翻起。咁佢禮拜日一定係如坐針尖去睇㗎啦，跟住又見到啊，你喺度撲街又交吉嘢俾我咁，一開個 Word file 一睇一 KB 你就知出事啦，啊唔係十幾 K 你唔知出事啦，一開個 Word 咁樣一彈出嚟咁樣啊咁照計可以褪啦，都唔褪啦，我唔知個內部咩原因令到佢唔褪，因為肯定中天場在場啦咁。好啦，跟住講啊，我又想講翻明報職工啦。咁點解咧？就係啲人講緊罷工，點解罷工呢？罷工壓住佢，咁就令到佢做唔到嘢，令到佢份報紙出唔到啲咩啊咁樣。跟住我見明報嘅職工嘅反應咧，即係不論係啲左膠或者咩咧，都用另一種說法去講嘅就係、是、話：，你唔明㗎啦，其實咁樣唔得㗎。應該留守崗位啊，咁樣令到件事唔知點。跟住我喺度諗啊，其實佢係咪內部知道有啲咩消息，令到佢覺得？罷工是冇用咧，跟住我再諗，最大的可能性咧，就是明報裏面如果一喚起罷工，振臂一呼，嗱，你先撇除副刊啊、體育版啊、娛樂版嗰啲罷唔罷工啊，即係有時候咁講，佢哋不涉政治，可能另一種睇法啦，我唔知啦，淨係講港民啊，即係政治啊嗰方面啦、一嗌罷工，罷，我哋而家罷工，我諗緊佢可能估算到一件事嘅就係、是、明報裏面唔係好多人會罷工，係，即係話當你嗌罷工嘅時候，啲人唔睬你，咁唔睬你會唔會有一個原因就係明報其實已經有好多係大陸人嘅？即係好多港漂啊，好多大陸人啊，好多已經係親中嘅記者已經係入咗喺裏面，所以佢哋都估算到條數就係話，哇唔係喎，如果真係要搞罷工，其實可能得三四成人罷嘅啫喎，咁明報係搞佢唔死喎、啊。唔係，咁我覺得如果假設佢係知嘅話，佢同你解釋嘅原因嘅時候，佢就唔會同你講話話要留守崗位。唔係，咁佢都唔敢講㗎。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咪即係擺到明話俾我聽，明報染紅咗咁樣。
唔係，咁係事實嚟噶嘛？但係即係我哋咁講啫，李柱銘唔係咁睇，村民唔係咁諗啊嘛。咁樣呢個我睇法。但如果想罷工嘅記者係即係嘅員工係編採組係少數嘅話，咁佢應該唔會容許開天窗呢件事發生啊嘛。所以特別嘅，即係今日都仲開到，好多耐人尋味。即係照計就係、是。照計禮拜六晚發生就係借鐘天祥放咗假。如果係小水應該已經開咗刀啦，就搞佢噶嘛，就搞佢咁啊！今日又開到喎，咁樣咁究竟諗下諗下算啦，唉，俾你搞啦。究竟內部嘅龍撩係點咧？定係有你係覺得你開得幾搞多幾日啦？係咪係咪？定係會唔會都期待之後抽稿點啊 ？Govin 你講係咪當佢副刊好似冇乜人睇，所以佢咪開到咯？唔係咁，好多人睇。今日副刊嚟噶嘛？唔係咁。副刊嘅文章係比較冇人睇啊！你開咗天窗，而家都多，即我都講啦，蘋果都報啦，即係好似亞視執笠都有人講嘅，雖然亞視都冇人睇。係啊，唔係、啊，但係因為、其實明報即係公民嗰度咧，佢琴晚咧有個新嘅聲明嘅，佢就講翻其實佢而家有三個訴求，就希望咧呢、這個中天窗咧就喺今日。五點之前咧就回應嘅，咁第一咧就係、是、承認處理時代版封槍事件手法錯誤，停止阻礙專欄作家表達自由，撤回解僱執行總編跟總編輯即係呢個安宇嘅決定啦，並就粗暴解僱安排負責同埋道歉，咁最後個要求就係公司交代營運狀況，就任何節省資源嘅方案咧，需要諮詢員工同埋工會嘅代表，並且喺編輯部管理層共識之下進行。咁如果咧不獲回應咧，工會行動就會升級。係啦，嗱，我唔知道開天窗係咪佢哋所謂之前嘅上一次嘅升級啦，咁樣。咁如果係就都係一個升級嚟嘅，咁樣。即係容許，即係夾硬頂住要俾佢哋開天窗。先開咗幾個咁樣啊？三格變五格。唔係啊，唔係，其實如果就於行動升級嚟講，開幾個係緊要㗎，即係如果真係開。係啊，開到幾個咯，社輪開天窗咯，社輪開天窗。我添啊，屌你啊，有咁㗎嘛？咁樣開電視節目表咯。而家仲冇電視節目冇啊！依家。冇啊！消失咗啦！咁真係奇怪，點解而家報紙係冇電視節目表嘅咧？電視節目開始，你一樣可以撳嘅，爆炸性。你買 TVB 周刊咯？冇啦，冇啦 ，TVB 周刊。我又唔使參加佢啲節目剪嘅記錄，我而家唔知係咪咁樣啊？就係咁樣，我哋玩 TVB 分咧自己。好，我哋休息一陣。喂，我哋休息一陣，咁翻嚟咧就你知今日大新，即係呢兩日都大新聞多啦。翻嚟咧就講一個即係有神嘅地位嘅人啦。係，屈地男人。我話神就係神啦，人稱輝哥咁樣。係啦，我係神，我講嘅你就要信。咁就講個咁嘅人。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佢。